样样揾啲，点都可以满足到大家嘅。在每处长叫声，也有我梦想，以小刀刻上，提示我旅程漫长。在每处长叫喊，我是大哥。听蔡枫华当年一首较为冷门的歌曲《叛逆》，歌曲的内容可以说写出蔡枫华的心态，甚至乎我的心态。正如刚才所说，所有事情都会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。就以蔡枫华来说，有人欣赏他，亦都有人欣赏。但怎么都好，我欣赏你的话 Ken， 你继续努力，唱多些好歌给我来听。歌词里面已经讲到很啱嘅，千夫指我叛逆，可笑世俗眼光，不是个个明白你。总言之，自己觉得啱，做得啱，自己开心就得噶啦。在每处长叫声，也有我梦想，以小刀刻上，提示我旅程漫长。在每处长叫喊，我是大哥，但我知岸的两面。怪我甚鲁莽。香港电台第一台《大城小事》，今晚的节目主持是胡伟聪。